收看晚方饭，我是小伦。Blind Friends 潮玩限定店在台北黄山登场了，即日起呢到明年的2月9号都会在这里等你们哦。那这间店呢是首次以工业风格设计呈现，以往大家看到的 Blind Friends 都是绿色和白色，这次进来呢你会发现他们就是很简约的工业风，然后是以黑白呈现的。店里面呢还有700多种限定和特色商品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公仔在这边可以供民众打卡拍照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店里面看有什么吧。